哦，嗯，我崩溃啊！哎呀，啊，都伊第一个大声，第一个崩大大声，伊个无讲我十公里，嗯，火车来拢无听到。啊，恁直接感受到迄阵是安怎？伊就变成大破啊！伊大，崩一个轰，直接哇大声啊！哦，啊，身体拢感觉到迄种震动。啊，厝过摇诶，厝过摇。哎呀，你要看这崩家咧？这间连连这间啊，啊，还有其他的物件。你听讲，搁别位搁有讲前景，我就破嘞破了呀。我有去看。哎，讲别位搁有啦。啊，这破嘞破。你丢啊？破嘞破。哎，你丢啊？这我内底丢。张阿妈。下来，你讲这。张，还爆炸黑啊？啊，那我一听了，我以为是啥物，我想要弄躲躲门啊。啊，迄阵第一时间是感受到啥？哦，足大足大。啊，那那现在会弄弄弄什么会弄弄弄落啊？那物件弄落是安怎呢？哦，哦，要惊死！他们要弄什么皮？我弄听落来。啊，那做两两三摆，啊，门关咧困吼，我蹦一下，我弄不了什么会安尼啊？有够严重的。蹦起来足大个哦。嘿，足大。哎，真正不是安尼大。阮四百年前祖先来遮，环境足好个。我这工厂起来已经西北啊，交通啊。透明玻璃是倒在这里啊，要是没有这个窗棂玻璃，直接下来就中阿婆。这里受伤的。哦啊，昨天那个爆炸的状况。我不在了，是我老婆在而已啊。啊，说家里有哪里受伤、啊？我回来才看到我。瓷砖裂啊，哎呀，那个瓷砖有凸起来啊，有崩起来啊。